哎呦，最喜欢玩麻袋的家人们，但是我玩了这么久的捣蛋鬼，玩麻袋我还一把都没赢过，以前都是到处找人吃，然后要么被刀要么被票出去，这把咱们换个战术，来个守株待兔，只吃有缘蛋，谁过来就吃谁，等他们自己送我嘴里。哎，五号小熊应该是想过来，造他就完了。七号你是什么呀？哎呦，谁知道我是什么了吧，在我鸭子的肚子里好好待着吧，在上面吃他们下面的蛋一般还注意不到。小熊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一个蛋在我肚子里孤单寂寞冷的，来我找个菠萝陪陪你。哎呦，嘿嘿嘿，小熊等你好久了，你们俩在我肚子里好好聊，别打起来，我肚子罩不住，不行，还是怕你们孤单寂寞冷，再去找一个陪你们。这二号不像个好蛋，二号，别跑啊！二号，我看到八号钻管道了，美真真，好奇心这么强呢，一说就停下来了，哈哈哈！现在肚子里三个蛋了，咱继续守株待兔，你们在我肚子里好好的哈，千万别打架，我牙肚子遭不住。哎呀，一下子来了两个，守在这里不让他们拉铃。七号，你怎么了？别靠近他们，咱现在身上有四条命，经常被乱刀，我怕了。七号，把他引到上面去，嘿嘿。一号，偷袭！哈哈哈，四个了，第一次吃了这么多，感觉好爽兮兮。哎，什么时候来了个水母？慢慢靠近。嘿嘿嘿。哈哈哈，五个了，谁把我六号可爱宝宝打哭了，可恶，等等 CD 让宝宝也来我肚子里来，等不及想吃它了，嘿嘿。好中立啊，我没事啊。六号你好可爱啊。拿来吧你。哎呀不行了，六个了，肚子好撑。关灯了。好久没人开灯，好蛋应该是让我吃差不多了，可恶，让我挺个大肚子去开灯，没办法了，咱一边走一边问麻袋，我是孕妇，别刀我，我是孕妇，换了六个，别乱来啊。四张吧。我哎呦，我的妈，比恐怖图还吓人，差点给我吓流产了，赶紧回去等等 CD， 吃七个了，我的天， CD 好了再去会会他。啊，龙，有人吗？我又来了。嗨，我又来了。嘿嘿，你在哪？别让我逮着你了，不然就遭老罪了。吃饱了，哈哈哈，吃了八个，爽。东东今天也很喜欢你们。